哎，我们看120句啊，啊，这个贫贱之资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这个典故啊，那你看在《后汉书》当中啊，是光武帝啊，当时有一个大臣啊，叫宋弘。这个宋弘呢，有一次啊，他在宫廷内啊见光武帝，刚好啊，那一天呢。光武帝啊，新制了屏风，啊，结果那个屏风上啊，画了几个古代贤德的女子，啊，所以跟宋弘谈话的时候啊，这个光武帝啊，就会不够专心的，就去看看一下那个画，哦，结果宋弘啊，就比较严肃说了，赢了。论语的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哦，这光武帝啊，立刻就把屏风撤了。哦，这个也难得哦，听劝呢，然后笑着啊，对宋弘说了，啊，这闻义则服啊，听到这个符合道义的。这个提醒啊，马上就照着去做了，可乎？这样可以吧？这个皇上难怪能成就一代啊复兴的事业啊，还是有他很可贵的人格特质啊。结果啊，宋弘就顺势说了啊：“陛下敬德啊，臣不生其喜啊。”你看陛下。闻善则喜嘛，啊，那马上就照着做了，有这样的德行上的提升呢，这个臣啊，为天下百姓高兴，啊 那当时呢，这个。皇帝的姐姐胡杨公主刚好丈夫去世了，哦，然后呢，这皇帝啊应该也是很关心这个姐姐哈，哦，就跟她说了，哎，你看看我们满朝大臣呢，这个。你有没有比较认可的啊？比较认可的啊？因为希望说他姐姐可以再找一个好的对象嘛，哎，结果啊，这个胡杨公主就说了：“宋公德容啊，威容德气呀、啊，群臣莫及。”啊，哎，这一句话对我们男同学重不重要？这胡杨公子也是挺有水平的啊，用了4个字，叫威严。你看，大丈夫不能吊儿郎当的，威严，容貌，望之俨然啊。再来德行，气。度量啊，所以古人常说“士先士”是读书人呢、啊，先气势，气就是气量，度量要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呢是见士，你看周公做周礼啊，你看他考虑的多深远。还这个
3000年左右，这个方东美教授说道：“假如周朝的子孙还照着周礼，现在还是周朝。”你看这方教授对周公做的这个周礼怎么样？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和他那个远见见识不简单哦，所以这个是提到气量啊、哦，哎，群臣都赶不上啊、哦，哎，这皇上说好，我来试试吧啊啊，方且图之啊啊，后呢，这个宋弘啊被引荐了啊、哦，结果这个皇上就让他姐姐坐在这个屏风后面。了解实际情况啊，好，然后呢，皇上就对宋弘说了：“哎，这个俗话不是说啊，富贵了就换朋友了，贵易交啊，啊，身份地位高了换朋友了，啊，有钱了富易妻啊，就换妻子了，哎，这个是不是啊，人之常情了？”结合这个，好、哦，宋弘说了“臣闻”啊，就是这一句话了啊。贫贱之交，贫贱之知不可忘啊，因为人不能忘本啊，自己飞黄腾达了，那患难当中的知交朋友啊，不能遗忘了啊，知交朋友。啊，这个是回应啊皇上的话嘛，啊，因为刚刚皇上说“贵易交，富易妻”嘛，哦，那下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哦，那糟糠是很比喻很粗略的食物了，哦，那等于是跟自己共患难的啊胼手知足的妻子。不下堂啊，就是不能啊抛弃他哦，所以古代有七出三不出啊，其中这个三不出啊，就是你有这个三不出了，你就不能够啊跟他离异啊，他曾经给你父母扶过伤了，这个你不能跟他离婚。还有一条呢，结婚的时候贫贱了，现在富贵了也不可以。哦，所以古人这些规定啊，真的合情理了。哦，那七出都是相当过分了，偷盗啦、邪淫啦啦这一些情况了。哦，好，哦，所以这个是宋弘。啊、哦，我想呢。这个事情啊传开来了，整个朝廷啊大臣也不敢胡来、啊、因为你朝中有这么有德的人了、啊、也自己也不能太夸张了、啊、不然这个满朝文武看着也不好意思了哦，所以一个人做得好啊，他可以影响整个团体的。哦，结果这个皇帝就后来跟他解释说，这个缘不成熟了啊。哦，那大家想一想，这个胡杨公主要不要难过、啊？应该不难过，为什么？他没看错人，他眼光是对的啊。假如宋弘答应了，那就他就看错人了。啊，其实我感觉欣赏一个人是欢喜的，想占有一个人是痛苦。哎呦、啊、讲到重点还有音乐配合、啊啊、情与无情、啊
啊，这个包包说讲的太对了，砰！哦，应该是宋侯做的太好了啊！哦，所以这个胼手知足的妻子啊，要珍惜这一份恩情啊！好，121句啊，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德，弱以为强，显不遂矣啊！啊，不遂就是不成，啊，不顺利，啊，意思就是很少不顺利的，很少不能做成的，啊，这个叫富富得正啊，啊，所以也是肯定啊，有这样的涵养啊，去做什么事啊，都能做成的，哎，啊，哦，我们也学了很多句子啊，啊，弟子问行，啊，怎样才行得通啊？孔子回答了：言中性，行笃敬，虽蛮墨之邦，行矣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事，哎，都要以这些经句啊来思维啊，啊，你一有障碍了，可能我们的心念呢，跟这几句教诲不相应了，才会有障碍啊！不然竹密不防流水过，山高岂爱白云飞，世事无碍。障碍在哪？念头有对立了就有障碍了啊！有分别执着，有贪求了就有障碍了，有我忍不住了就有障碍了，是吧？岂有此理，你看有事要发生了。好，所以你看一开始能屈以为伸，屈为伸呢，这个就是能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所以屈以为伸，让以为德。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在这个明朝，有一位也是大儒啊，叫林退斋先生啊，这是宋明时期的儒学家，官做到啊尚书，很高的成就了，就是现在的部长啊。这个《格言别录》也有啊。林退斋临终啊，子孙还跪请训啊，子孙全部跪在他身边的，这个都很孝顺啊，而且还请他教诲。曰：无他言啊，我没有什么跟你们说的了，就一句：尔等只要学吃亏啊。哎，这个有道理啊。代表啊，他这个长辈啊，深明事理啊，相信因果的道理啊，懂得吃亏是福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那占便宜是真吃大亏了。尤其他们是官宦人家，做到尚书呢，豪门子弟啊，肯吃亏忍让，不合人真呢，往往暗中啊消除多少灾祸啊。哇，这个同臣六尺巷啊，一子家书子未强。哎，这故事你们听过吧？让他三尺又何妨啊，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让了商此，人家对面吴家、哦、这个是张音嘛。张英是张廷玉的父亲了、啊，你看父子都是宰相了，不简单了啊！康熙、雍正时期的宰相，哎，哦，后来人家吴家，哎，很感动啊，也让了三尺，就让出了六尺巷。你们去过六尺巷吗？啊，我也去过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尤其在这些地方啊，你就能感受到清朝离现在那么多年了，可是呢，那个地方啊，还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走在这个六尺巷呢，只要那摩托车都可以骑啊，很宽嘛。只要骑摩托车的人看到有人走进来了，他就停，然后等到人家走过去了，他才开动，就是还是那个让的氛围。哦，所以你看人，留取丹心照汗青，你看那德行还影响后世那么长远的人。嗯，好，而且啊。啊，我们常说菩萨六度吧，啊，哎，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交流过？啊，这个蔡叔叔切菜，啊，然后因为我们办实修班嘛，有人要来帮主了，哎，他就先磨刀，让人家好使用啊。请问这个磨刀是不是六度？哦，有跟大家交流过哈。学吃亏，第一是不是布施？对呀、啊，你学吃亏就懂得让啊，这就是布施啊。再来也是守法，你学吃亏了，你就不会跟人对立起来了，你就不会起情绪了。持戒就是调伏啊，以严净三业为持戒。你生口意不要起烦恼，你不肯吃亏你就起烦恼了。色心为戒嘛，哎，一退了，啊，这些情绪就没了。哦，再来学吃亏是不是忍辱啊？哎呀，你不忍辱你怎么学吃亏啊？哦。而且呢，这个忍，这个学智慧是放下贪心，放下嗔心，还有放下傲慢。对啊，远离感情用事，这个就是有智慧，不愚痴啊。所以肯吃亏啊，就是在调伏我执哦。所以这个有大智慧在里面呢、啊。量大福大了，所以这个临终前呢不讲多，就一句，让子孙呢终身不要忘了，无他言，尔等只要学吃亏啊。老和尚也教我们了，学佛首先学什么？学吃亏，不要跟人计较，扩宽心量，扩到什么？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没有人不能包容，哦，所以让以为德，哦，言语要让，钱财要让，不要争，弱以为强，啊，这个以弱为强，柔弱胜刚强啊。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都觉得我言语占上风啊，把对方压下去了我就胜了，人家心都是不服的，哪有胜呢、啊、要埋下祸根都有啊，哪有胜、哦、
啊，这个有一对夫妻结婚60多年了，90岁了。啊，那子孙啊，甚至曾孙啊，给他请教。哎，因为没看过他们夫妻吵架了，请教他们相处之道。啊，这个老先生说了，我们结婚当天就约法三章了。啊，只要有一方有情绪了，另一方就离开现场，一个巴掌就拍不响。你看，理智胜于死啊！接着呢，这个老先生说：“我跟你们讲，这60多年都是我先出去的。哦”你看谁胜呢？哦，他先走出家里去了。他太太觉得：“哎呀，怎么这次又是我起情绪了？”你看他柔弱胜刚强。啊，柔软，让对方啊感动。啊，当然呢，出去了不要2-3个小时不回来啊，这样到时候太太说，哎呦，会不会想不开啊？啊，15分钟就可以回来了，啊，什么事情都要掌握一个度啊。哎，进门之后呢，可不可以说，你看，又是你先生气了，保证你没得喝茶。好，你要只字不提，不止不提刚刚的事，哎，最近好像很久没有回去看我岳父岳母了，来来来，我们买点什么菜啊，什么带回去，哇，你太太马上感动莫名，是吧？这样才对嘛，好好戏不要只在电视里面看，好戏要上演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经营出真善美慧的人生，不枉我们做了老和尚的弟子，因为这些处世的智慧他都教我们了。好，丁，教子之方，122句。好，蒙以养正啊，圣功也啊。好，在同盟时期啊，培养孩子纯正无邪的品性啊，这是一项啊神圣的功业啊，也算是这个世间呢最大的功业了。啊，我们想一想，老和尚谁培养的？最重要的是他父母啊，而且再分，最重要的是他妈妈。为什么？怀胎10月，3岁之前不离母亲的怀抱、爱护，他行为能力还很弱啊，都在母亲的身边，说母亲的心念一言一行影响最大，而且那个年代。你看他父亲是军人，也不可能常常陪伴他们，是吧？哇，你看，所以老和尚说了，家庭教育是根本的，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这一句话大家听到重点没有？什么是根本？家庭教育，尤其伦理教育、因果教育啊，伦理，他懂得孝敬了，这个孩子的德行就立住了。这伦理他没有立住，内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烦恼啊，跟家人的这些隔阂，你说他会快乐吗？所以我们看什么都能看到根本。其实好多家长都激动，都觉得能把他孩子培养成功啊，最重要的找一间传统文化学校就万事 OK 了，这个都没有看到根本。好，都不能偏执，
不然你就忘了自己很重要的本分角色了，都要亲师配合的，甚至于孩子内心里面一些烦恼可能都要父母去帮忙，家人去帮忙抒发掉。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好，我们既然有大顺做榜样了，我们得比于上则支持，但是假如你是别人的亲人助缘，那我们该表达歉意，要表达歉意。那一天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一直支持她孩子学传统文化，但是毕竟他在护念孩子过程呢，他自己脾气也不小啊，有时候控制不住啊，结果那天他儿子生日了，老师也可贵啊，就安排，跟妈妈视讯，妈妈还在工作，结果就给他妈妈磕头，他妈妈也很感动啊。就讲了一番孩子成长过程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给孩子道歉呢。那个孩子一直流眼泪，所以你看妈妈的这种真诚呢，那触动孩子的善根呢。对呀、那是真心忏悔。好，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那这个五种仪规，第一本就是养正仪规，你看蒙仪养正重要了，留下很多古人怎么教孩子的理念方法，要做传统教育，这一部书要多下功夫。这个赵老师也选了好几篇呢，都有跟大众做分享，大家有心呢也可以参考。好，那我们看一下133句啊，本身也是蒙卦的啊。蒙象曰，山下出泉，这个是因为蒙卦呢，它的下是坎，坎为水，上是艮，艮是山，故于呢山下出泉，高山下流出泉水啊，这是蒙。是启迪蒙昧的象征，那君子呢效法蒙卦的精神，所以君子以果行育德。南宋的曾德秀啊，这读书人有两句注解的挺好的，这果行果其行如水之必行，水一定怎么样往下流嘛，必然的。其实孩子的岁月是停不住的，要怎么样赶快教啊，老和尚说的，重视胎教出圣人，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出贤人，三岁以后教到君子不错了，所以时节应缘，赶快啊，你不要犹豫不决，拖，教育的时间点都过去了，当其可之未时啊，及时啊，时过然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啊，这都是《礼记学记》教的了。哦，你看我们二十几岁才开始学佛，哎呀，这就是太晚了。嗯，《无量寿经》也说，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这个就是时节因缘，要掌握住，要下决心，赶快勇猛精进了。等你拖到五六十岁了，想精进就很容易就梦见周公了，甚至于业力现前，很多毛病出来了。可是你现在精进啊，把那业消掉了，你就不会老年痴呆了，你就不会得重病了，消掉了，重罪轻报。可是当我们没有精进勇猛，业报一现前，自己做不了主了，被这个业报牵着，病痛了，那老人痴呆了，最后完全做不了主了。要注意哦，现在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哦。哎，好，哦，所以果其行如水之必行啊，我们看到孟母三迁，它就有果行，是吧？包含孔子的母亲也是啊，啊，他假如留在那个家族啊，毕竟他母亲好像是第三任的妻子了，哦，那可能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些事情啊，可能会影响小孩了，啊，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啊。孔子有一个哥哥，好像脚不是很，哦，就都有这些情况，所以母亲可能考虑的远了，啊，带他到，哎，很有这个文化的地方熏陶，帮他找老师，这个都要果断的。你当时我还想着，哎呦，我应该分多少财产啊，什么什么？你想这个你就不能果断了。你就牵缠在里面了。嗯，好。哦，当然这个果行啊，大家注意啊，不是冲动啊。哎，哦，是没有忘了根本啊，这很冷静的，深思熟虑的，然后果断去做。嗯，哦，你看我们讲到了啊，王佑京老师。哎，孩子两岁了，他遇到老和尚教诲，印祖教诲了，他很考虑清楚了，跟先生商量，然后全身心教四个孩子，这个也是果行啊，不然他就一直拖了。哎，欲德，欲其德啊，如水之有本啊，饮水思源呢、啊。好、哦，哎，我们这个研究。这些经典呢、啊，每个字啊都有味道、啊，不能划过去啊。欲，什么是欲？养子始作善也，叫欲。对啊，哦，不是你把他养了高高壮壮的，就是欲哦。你要教他怎么成为一个善人，才是欲哦。好，而且你要教他成为善人，请问？善的根本是什么？你假如没有抓这个人，那你还是本末倒置哦。所以，如水之有本，本是什么？孝敬、孝亲尊师，开他心地的宝藏。所以你看，老和尚在教导我们，大根大本，孝亲尊师，要抓到。哎，好、哦，所以你看。君子效法蒙卦精神，行动时如水之必行，果决不移，坚持不懈。好、哦，看都没有停下来啊，来培养美好的德行，不能停啊。为什么？百年树人，你要培养一个真正立得住的人才，没有15年的功夫啊，15年以上不容易的。好、哦。
啊，泉水刚从山下流出啊，没有受到污染，也没有固定的方向。啊，你看，这就譬喻好比人的童年时代是接受教育最佳时期。啊，幼童呢，见到善行啊，必启发善行；听到道义啊，必仰慕道义。哦，那个给很小的孩子一讲孝道，他哭啊。哦，还有的孩子站起来磕头啊，给他说我对不起爸爸妈妈，老师都没有要求的自然的行为，孩子心很清澈，他感受到那个磁场，孝的磁场，他产生自己内心的变化。我是亲自看到的，看到那个情境了。所以因此啊，君子要果决地引导幼童，抓住时机啊，培养德行。其实这些话你们这个年龄就能学到了，你们以后经营家庭了，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啊，老祖宗这些教诲要掌握住啊。好，我们翻回102页。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思雨有请。师傅好。你好。刚刚师傅有提到说教育的问题，然后就想请教师傅，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古人也说到易子而教，那么这一个什么时候孩子应该可以去易子而教，然后那么就是看到其实蛮多读经的孩子就可能很小就离开家庭，然后去到这种团队里面生活，就是有一些孩子，然后感觉是说是不是孩子太小就是太早离开家庭其实不太好，就是因为跟家庭可能缺失了那种亲爱的一个关系，然后然后包括就是想请教师傅，就是面对我们现在有体制学校跟传统文化学校，那么两方面的学校应该怎么样选择，或者是说比如说选择体制学校的时候，那么父母又可以配套的给一些什么措施，一些教育，跟进什么教育，对，然后那么选择传统文化学校又应该配套的给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想请教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之前也是请教过卓老师，卓老师就是一直很提倡由薄反约，这一个概念就是说应该就像金字塔学习一样，就是大家应该先接触，然后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个点，然后再继续的去深入，然后再慢慢的就是相当于是先广博的去接触，然后再回到自己那一个专注的那个点去深入。然后呢但是我们大部分读经学校是一直是就自己接触到的是就是主要是读经，然后可能确实就是很多面不是那么的宽，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会比较集中一点，然后那么就是当时感觉就是老师是希望培养一个定力，但是可能这个定力的话呢确实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还是会比较困难，就是尤其现在这个环境下又不是说全一直在这种很纯粹的一个环境，然后还会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接触，所以感觉也比较难，所以也是想请教一下师傅，就是应该就是可以再具体跟我们就是再介绍一下就是教育孩子的一个步骤以及一些注意的细节，谢谢师傅。好。哦，这个细节呀，要具体呀，
可能比较不容易，可能一些原理原则啊，细节可能是要在啊，我们每一个做的人掌握这个理之后啊，哎，那你细节就是事嘛，这个事呢，跟这些原理原则没有冲突。好，那为什么强调说细节也不能太具体呢？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校的条件状况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回答问题啊，就很怕我不杀伯仁，不能因我而死。举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也是我没有智慧的地方。比方我们在庐江后来同仁回到家乡。那当地呢，人家也请他因为毕竟他参与的早嘛，传统文化的这些工作请他建议当地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缘啊做法。结果他建议的做法跟庐江的做法很相同。你要原理相同，不能做法硬套啊，就麻烦了。第一个条件一不一样，第一个庐江300人，当说资源呢，各地啊，海外啊，都有资源呢，我们当说烟台的苹果都可以吃到，大连的樱桃都可以吃到，因为很多来上课啊，一些老人家哇，这对我们都像爱护自己的子孙一样啊。你看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堕落。你一不小心顺境哦，顺境淘汰人，你已经磨练人。所以为什么说谏言者要置身利害之中，就是这样。你要设身处地。所以我们学东西要活学活用。你说死记硬背硬套啊，你自己学不成了，你有可能还害了人。所以我们这个拉回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易子而教。我们看老和尚几岁上师所？6、7岁。就是生活比较能自理了。到学校去了。当然哦，接触老师越早越好了。比方说他现在3、4岁啊，你一个礼拜刚好人家读经啊，你爸爸妈妈陪在旁边学习啊，是吧，那种氛围孩子也在熏陶嘛。但是一般你要正规的去学校啊，他的行为能力啊就要比较不用老师还要下来换尿布啊。所以这个就是能早是比较好。那更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哪呢？在你当父母的要把尊师啊演给孩子看。所以老和尚常常讲经都回忆起这一幕嘛。就这个尊师就扎在这个小孩的心里面了。好，那这个易子而教啊，其实也是孟子呢对人情体会的也是很深入，因为毕竟你父母子女是很亲近的关系，常常讲道理啊，就会好像不是很舒服，怕会伤到亲情啊。比方说你试试看，夫妻之间常常讲道理，你试看看。所以这个时候老师本身又有德行那你能让他去向这个老师学习，他又有尊重的态度那这个就好配合了你看这个父母教孩子要尊重老师
啊，老师教孩子要孝顺父母，哦，从这个德的根本开始教起。当然老师还会教友爱兄弟姐妹啊，哦，这些做人的道理，哦，所以这个是一直而教，哦，从老上啊古代的做法，哦，好，当然这个有时候啊，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们也有遇过啊，好像是林则徐先生教他的老师啊，教了一段时间不是很长，就跟他父母说，这孩子我教不了。就是可以看出这个学生程度很高，哎，让他再找。后来又找一个教一段时间，这个孩子我教不了。哦，所以你看这当时候的老师很有涵养的。哎，人家不是为了那个素修的。哎，他都是为这个孩子的成就着想的。嗯。哎，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所以你看老和尚说的啊，以前真的有人一心向道了向学了。哎，也不一定这个高僧大德把他收下来。哎，推荐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跟他聊。从他讲的话看他最佩服谁。然后推荐去那里。最成熟的缘。嗯。哦，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客观面临的。哦，哎，你是体制内学校，哦，还是传统文化的学校。哦。那这个传统文化学校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经营呢是蛮辛苦的，是吧？说实在的，比方我做这个工作我也是战战兢兢，为什么？我也没上过私塾。我们自己本身也缺乏这些经验，从哪里？从观察老和尚，从观察啊，从学习养同盟养正啊，这些来积累了啊。那这个不管是传统文化学校还是体制内的，其实也都不能忽略德行的教育、伦理的教育，哦，还有生活的教育。你生活教育都不教了，他一定长浮华，他没有生活的体会，他不容易感恩。洗脑之感恩，哦，哎，这个应该也在我们这里哈，哦，我们就顺便顺着讲一下哈，哦，你看127页，啊不，127句，107页，对，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哎，生下来就显贵的人。容易骄纵，生来就富足的，这个富足不一定说是富翁啊，不愁吃穿。你看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吃穿都不是太有问题，你不教他节俭都会奢侈，这个我们见多了，我们自己的同学那一辈，我们那一代就是了，家里不是很有钱他也很会花，没教，哦，所以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而能无为非者寡矣。哦，富贵的人不以明白做人道理，你不教他做人做事，他懂得来自我反省的话，那而能够不做错事情的就很少了。哦，那我们来看近代曾国藩先生怎么教的。你看，凡世家子弟，就是当官的人家，衣食起居啊，无一不与寒士相同，跟一般人家一样。素积可以成大器，这样差不多才能成大器哦。
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忘有成了。他只要沾上那个富贵气了，傲慢了，奢侈了，成不了才了。哦，所以曾国藩先生说，看这个家庭能不能兴旺，看三件事。第一，子孙几点起床？第二，看他们习不习老。所以你看曾国藩先生，他官也当那么大，子孙要自己习老的，习老才知感恩，而且锻炼他的能力，手动的多啊，脑子好，能力也提升，再来一到团体里面去啊，有眼力劲，都帮得上忙，他人际关系也会好，是吧？你去观察一下，到了团体里面，只会站在旁边，有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有我可以帮得上忙，人家也不好意思叫他，是吧？哎呀，好了，常常都是这个捡现成的，一次两次三次，人家也看他不是很舒服了，是吧？好，这第三呢，看子孙读不读圣贤书，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了。好，所以这个祸福相倚哦，你不好好教啊，那个福就转成祸了。所以之前跟大家提过了，汉初的功臣呢，分封那么多土地啊，后来100多年之后一查，通通都没落了，只有一个家族最特别，萧何。因为他当时候要的地啊，都是比较贫瘠的，你不努力啊，就没得吃了。所以他的后代就比较勤俭，勤俭为持家之本。好，所以我们不管是体制内现在体制内也有不少传统文化，他强调融入。那因为他要融入啊，他要配备很多师资，所以这个都要不少条件在里面。好，那这个在生活教育、伦理品德教育上还有读经这个主要是呢，透过这个手段呢，培养定力能背这一些经典呢，那是附带的老和尚说副作用，最重要的是修戒定，定了他可能13、14岁啊，你一给他讲经典，因为他心很定很清静了，一闻这些这个解经啊，他就很容易明白，就开智慧了。所以这个是暗合佛家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可是关键就在呢，现在我们父母老师啊，假如一执着啊，父母老师的心就不是真心。你不是真心，你是烦恼心，你是控制要求，请问会触发孩子什么心？妄心会感妄心哦，真心才会感真心哦。你老师很认真教，又很柔软，就触动孩子的善根。哇，老师这么用心了，而不是苛求他，很用心了啊。感动，那我不能让老师白费他的心血都是善根互相交感的。所以我们现在实在讲，问题都出在没有修身为本。我们就急着
但那个心情也能体会了。哦，这父母老是觉得，哎呀，你们那么机会那么好啊，像我们，但是又变成急了，没有观察到自己的状态了。哎，那你到时候一着急一强迫，就会适得其反。哎，哦，所以这个背多少啊，都要因材施教的。哦，你看古人记载的是要在他比较从容的状态，哦，而不是跟人家比。你看人家都多少字了，你怎么这样？那就都是烦恼，互相影响了。哦，所以这些老祖宗的每一个教育的重要元素，我们都要明白。哦，你用身教去带动，身教者从，言教者送。你只要求他，你自己没有带动，反而孩子心里也很不服。你可以要求自己很用功，背很多，哎，好，哦，哎，结果你张口就来，哎，孩子很佩服你，哎，他自己欢欢喜喜，踏着你的脚步，这样比较好。哦，好，哦，那我们呢，也不要啊，哦，这个太强求姻缘。哦，哎，像你体制内啊，他所上的这些知识，哎，也是这个时代啊共同语言。积累一些没有坏事嘛，但是呢，现在体制内也有很多把传统的加进去了，哦，所以体制内的老师他发现了，哎，也可以透过这些经典，都把伦理道德因果教给孩子。哦，那假如是体制内的呢，那当然他也要面对一些比较多的升学课业啊。那这个时候啊，能化整为零，让他熏陶传统文化，你家庭的氛围啊，哦，他去的这些可能寒暑假有办夏令营啊，哦，或者礼拜六礼拜天呢，有这个学习的平台啊，哦，甚至于赵老师现在都架一个那个线上平台，每个礼拜都有父母的课啊，都有小孩的课。啊，因为这是他的天命啊，因为他叫赵小龙嘛，啊，赵一条龙嘛，哎呀，前面有汉学院的嘛，所以接下来他来赵嘛，赵接上去嘛，就这样，啊，应该那时候叫赵大龙是吧？啊，没有，啊，分工啊，这个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的，啊，哈，哎，啊，现在龙头。我们院长负责，所以他越来越忙了，啊，这个暑假也办营队啊，十一也办营队，哦，我看可能这个过年也少不了，就尽量让有心的孩子家庭能够多学习了，哎，你们有兴趣，我们都有录像。都可以提供你们参考，哦，所以我也是舍命陪君子啊，哦，所以你们看，礼拜三我们没上课啊，啊，我礼拜三有时候比礼拜一比一二四五啊讲课还长，啊，因为他们这些课程，我也尽一点心呢，啊，嗯。那这个再进一步呢，我们提到了，哦，就是这个广学的问题，哦，夏老有一句话，广学原未深入，哦，这个在《进修捷要》里面有，六祖大师有说了，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哎，这一句话跟广学原未深入有没有关系？
这个大家要去体会哦。而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贪，求其什么？放心而已。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是修行的根本？心。所以广学的目的啊，是能深入你的心性啊，是不断深入不断提升的。你假如广学变杂了，你的心都觉得哦，好像记这个忘那个了，那你这个状态就不，你要自己感受了，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了。所以为什么说广学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李老在《论语讲要》里面有讲的，你要一部经学好再学一部，不是你同时学很多部，那就变杂学了，杂境就进不了了。哦，这些他们都是过来人啊，这些教诲要重视啊。所以老和尚说，他跟李老，你要讲到他点头，你才可以再学第二步。老师把关了，所以可能在广学的过程，看看自己跟哪一个领域或者哪一部经啊特别相应，因为人都有过去的那种积累嘛，但是目标啊，也是为了开智慧，是吧？你哪怕选一部了，都是为了开智慧，而且你开了智慧了，一经通，一切经都可以通了。好，但在这一点上呢，老和尚也特别强调要扎根，因为你有德行的基础啊，你要学经典才比较相应。你的心跟那个跟圣贤人的心境差距太大，其实都有点学知识而已，触动不了善根，所以还是要扎根。好，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谢谢师父。好。这些都是好问题啊。这个也从问题就可以感觉，这思雨还是很讲义气啊。因为他现在相关的学弟学妹那么多。而且我们毕竟也在这条路上走了那么多年啊，我们也要很好的来总结总结。这也是群书治要教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宇航是不是也有问题？宇航的问题是，一个是的确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私塾老师，他不一定是已经成家的，他可能自己还没有孩子，然后包括可能有些如果说要是对于没有成家或者说他个人本身对于婚姻没有这些想法的人，但他又想去弘扬文化的话，因为他没有自己有小孩，他可能在教小朋友的时候那种心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那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们有这样的就是心能够更加的去跟这些小孩的心能够呼应。那这个得要顺势了。顺势就是说可能也要经由他发现他发生的事，然后你能感觉他体恤不到小孩，就借由事情啊来跟他交流。所以其实啊，要帮助一个人你是要很用心的，很善巧的。现在的人都敏感了，现在人也不容易服谁哦，是吗？你说你又没有结过婚，他马上，我有发菩提心的了，是吧？你有时候要求，他可能下一个反应会不舒服，所以人的善根呢？是他自然起来的，不是你要求的。所以你可能要借一些事跟他谈，比较具体，可能会触动到，对哦，我怎么没有注意到？或者这个造一些缘，
啊，比方说你看王友京老师他要假如分享啊，这些他带了一些带孩子的很细节的部分，他很能感受孩子，这有时候他看这些东西会触动他，哎，哦，或者可能陈德有分享过一段啊，我自己没结婚，结果都谈家庭教育啊，哎，你可以把这一段善巧的可以给他做参考，哦，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成家啊，但是是用心的回想体会父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啊，因为这是我亲身的体会嘛，就深刻嘛。再来呢，我们是真的用心去带过小孩哦，哎，就是你做到啊，哎，他的父母都感动。嗯，哎，我们跟大家说到，哎，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表什么法？假如你是从事教学，你就有一个责任，我要振兴师道。师道，师徒如父子。哎，我们往那个真的，一看到学生视如己出，那个心要出来。哦，这个是第二个角度。再来呢，就是一个人只要啊重视忠恕之道。哦，从教理上他知道忠恕为道不远。哦，他肯下功夫，那他就不只是在对孩子的时候他会下这个功夫。他在对任何人的时候，因为你的心不可能只在对孩子的时候起作用。哎，所以全修在心。哦，你都可以观察这个人，他家教听经闻法多。你可以用教理去跟他探讨，哦，有一些善巧，你看他最佩服谁？哎，你真的要帮一个人哦，你都要考虑他能接受的方式啊，不然有时候你一着急啊，会弄巧成拙，是吧？啊，哦，你假如说你要帮一个人，让他不欢喜了，你要继续帮他，有时候就不是那么顺利了。当然我们自己心上啊，也不能常常有一个念头，他又没有结过婚。有这个字，他都要下的心地功夫在里面。哦，当然你看一件事情啊，那个思考都是立体的。首先这个老师谁用的，哦，你不用打我了。这是不是一个角度？你今天要用老师去带学生呢，你要慎重考虑，因为他每天都在影响这个小孩，你不能说他发心了你就让他上，这是你这护法这个教育的缘是你安排的，你这样不够细心。哦，这个我们刚好有缘也在多伦多办了一个学，哦，他们问我啊，好像是听到的吧，他们打算呢啊，也有来问我的，要当地的英文老师啊，就是华人以外是外国人的，因为他音很准来教小孩几岁，三四岁。我说不行，你们觉得为什么不行？哎，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不行？他是成年人啊，他在外国的成年人，
他又不是学传统文化的，请问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哪怕他的表情跟传统文化相应吗？对呀、啊，这个老师假如挖鼻孔怎么办？这个老师假如啊没事，不是，哦没事打哈欠的，连嘴都不捂怎么办？影不影响？对呀、啊，啊一谈到什么，我们也见过那老师一谈政治，哇那个脸部表情就是骂了、憎恨了。你说对我们这些初中生有没有影响啊？高中生有没有影响啊？更何况是小孩。对呀、啊。后来安排什么？安排华人有传统文化教育，又是当地出身，他的英语很准的、啊。是吧？你不能考虑一点没考虑第二点的、啊。你考虑要全面的，你不能只抓一个点的、啊。你就忽略其他的了。深思熟虑。哎。所以这个你看一个事件都有好多角度，所以我真的跟大家提到说，你学了传统文化，学了群书治要，你看事不能看一个点，不能看一个线，也不能只看一个面，你要看立体的全面的。哎，为什么说趋至老成急则可相宜，他考虑的周详，才不会出差错。好的，这个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所以交朋友就很重要了。所以也要慎重用老师。还有慎重其因缘，你看这个一聊啊，又可以跟你们聊很多。你一个缘起，你说哎呀，我老师不够啊，你看起来你讲话很合理，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你要谨慎，你没有守住老和尚说的多少缘，做多少事，哇，那变成你太攀缘了，最后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你还很有理由，因为我老师不够。你假如这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没有抓住啊，你很难把这件事做成。你只要事做不成，相关的人甚至接触你的人的信心都立不起来。哎，做事不一定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可是你终究找不到原因，是自己攀缘，没有掌握多少人做多少事。哎，你守住多少人做多少事了，你就做扎实了。虽然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家一来，学到东西了。你自己里面的人也不断提升，因为你稳扎稳打在落实啊，大家都在里面锻炼自己，都提升了，你自己会出人才，人家来跟你交流能学到东西。你假如不是这么做了，你自己都攀缘了，事情都做不稳了，你还把这些东西告诉别人，哇麻烦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所以做事的时候啊，真的都要依经典，依老和尚这些教导的原则。有个印光祖师说，道场不要超过20个人。你们有听过吗？这个重不重要？祖师的考虑在哪？现在人的根性啊，人一多了，内部啊，人心就摆不平了。你还能为大众做什么事啊？所以志同道合不在多，不能要个样子，要个气派，那个都成不了事。
对，好，阿弥陀佛。啊，这个都很实际的问题，很好。嗯，好，我们呢也从容一点啊。今天先上到这吧，不要大家吃饭也别太赶啊，影响消化。好，这个大家宽心啊，啊，我们可快可慢啊。反正要快的时候啊，我们讲重点哦，然后大家再自己多看，哎，好，好，谢谢大家哈，阿弥陀佛，同学们。